你复活的生命再次来浇灌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经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真的一天等候在你的面前，更多思想你的复活、你的得胜、你的再来。我们赞美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不晓得大家做的怎么样？还有问题可以问吗？可以先问一下。好，真的找不到那个单子，26课的第10里。26课。A 的部分第10题。第十题。最后那个字符为 ，Ichthus， 就是我们一开始不是讲的这个鱼的记号吗？就是那个字啦，你都忘了哈哈，鱼 fish， 你忘了吗？Ichthus 啊，好，没问题。还有，V 的，一样，同样那个 V 的第3题，还是26克。哎，还是一样 ，V 它是 A 跟 B，B 第3题，哎，不对，讲错了，27，我讲错了，27第3题，27克的第3题。最后是不一样的。Soteri，Savior，Savior，Soteri， 所以等于英文的 Soteriology。Soter 就是救恩，Soter 就是救主 ，Savior 救主，啊，34页，第3题 ，Soter，Savior， good， Savior 救主。我们翻到36页，就是我们上礼拜最后的一堂课，啊，那还记得这个动词字尾的变化吗？还记得吗？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O A A， 哎，怎么大家都动不了了？35页，对。那其实，在36页的最后面，给我们字尾的变化列在下面，看到吗？啊，看这个36页的最后面最清楚了。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动词的基本的字尾变化啊，来读一下。O A A。Augment, added, whoosy， 还记得那个 association 了吗？啊，哦，一个很老的人，他得到艾滋病，很需要帮助。OSA， 要 augment， 很坏的人 ，added， 给他踢一下，啊，乌黑而死 ，whoosy。啊 ，association 啊，啊，有些关联，否则你很难啊，怎么 OSA 啊 ，augmented use 啊，把那个 association 背起来啊，曾弟兄，看知道在哪里吗？哈、啊，不知道，跟你讲第几页，你就注意听第几页。36页后面，这里哈、啊，一个夹子把它拔起来，这里后面 OK， 把这个 association 笔呢，上课笔都要带一根呐、啊。啊 ，OK， 写一下那个 association 哈、啊。啊，我们郑弟兄是刚刚前几天才来啊，所以我们同学帮助他一点哈、啊，他需要很努力的往前来追啊，追赶上去，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四堂课了哈、啊，所以啊希望他能够跟得上啊。千万不要约他去哪里做任何事情，这一两个礼拜就让他好好专心在家拼命看光碟，然后啊上课哈、啊，不然他跟不上。啊，对，所以我们还有小老师哈啊，汪弟兄也是刚刚来上礼拜啊，那、啊、我说真理要多讲一点啊，多教一点啊啊 ，OK， 好，我们翻到这个36页啊，我们同学的作业哈，那、啊、我就请 Michelle 啊，每个同学来读一下，哪一个？36页第一个字 ，Number One， 我们的作业要把它翻译读出来。Number one， 找到吗？36页作业 ，Number one，Very good，Lu Omega， 这个怎么读啊？母音 ，O，、oh, 很简单嘛 ，Lu， 翻出来是什么
哦，尾巴一注意这个尾巴哦。不行了，不行了。对了啊，这个作业不是要回去做的吗？啊，看一下作业哈。啊 ，O A A OK 好，好。好，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三十六页。不知道。听清楚啊，上课要注意啊，不能讲第二遍的啊。非常注意啊，三十六页讲了两次了啊。Number one exercise, OK, Luo, 啊，把那个解释写出去。我解开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字尾，看那个字尾，哦，就是我了 ，OK, 啊，然后它的字根啊是解开，就是我解开。OK, number two, 广华帮我们读。Number two, 第二个。几个音节。很好，前面 peace。这个是双母音。U 变的 two, peace, two A's。O A's A, 所以先找到它是第几人称。第二还是第三 ?O A's。歌第二人称翻出来变成什么？你相信。Very good 啊，你相信啊 ，O A's 你，我理他啊。记住，别人不理我们没有关系，我理他就可以了。记住那个次序：第一人称我，第二人称你，他，我理他，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他是从第一人称开始的这个背法。O 就是我 ，Ace 就是你 ，Ace 就是他，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 idea。O S A， 我理他，啊，然后跟着众数就是我们、你们、他们，一定要有这个 concept 啊啊，所以你一看到那个字尾 Ace， 你就马上就知道就是你，啊，好 ，Number Three， 好，林格会飞得起来的啊 ，OK。先读出来，这个是一，然后这个是鸡的口型，鸡啊 ，ginoske， 看到吗 ？ginoske， 看它的字尾，我理他，他是属于什么？他，对不对？Ginoske 是什么 ？Ginoske 它原他知道或他认对了，原型是 Ginosko， 我知道这个字。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把腓立比书打开，这个认识就是这个字，原文就是 Ginosko。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因为这个认识在希腊文的原文不是单单指到头脑上的知道，乃是指到一种生命的经验，是 ginosko。所以假如你不从原文的角度，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保罗他已是个使徒了，好像就是为了认识基督为至宝，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是他不认识，乃是他信了主，认识了主之后，他经历到这种生命与主的同在，真的是他生命的至宝，是这种的 ginosko。 那么无论是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这个知道这个字啊，都不是单单指到头脑上的知道。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一同来。好，可以了。注意“同房”这个字，你看看你的英文圣经，汪弟兄的英文圣经是怎么翻？啊，你这个都是英文啊，哦，一个中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照它原文直接的翻译是“知道 ”（knew）。有一天亚当知道他的妻子。
就是用原文亚大，就是知道。这个知道就跟希腊文的 ginosko 是同样的一种的用法，就是不是单单知道一个头脑上知道他的太太。其实很可惜，今天很多人结婚了三十年还不知道他的太太，他的喜欢是什么，他不喜欢是什么。但这里知道其实是知道与他有生命上的连结、亲密的经历的认识，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和本把它推演出来的翻译同房。所以犹太人知道这种很亲密的经历的知道亚大，跟保罗所用的 ginosko 的知道是同样的，不是单单知道头脑的知道，是一种生命的经历。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了解知道是分两个层面的，不是一般所谓的知道，乃是我们真的经历到这个生命之道，经历到主的同在，那种甘甜，那种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喜乐、荣耀、丰富，是这种的知道。当我们有这种知道，就会像保罗所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好，所以这次 ginoske very good number four 啊，灵光帮我们读 number four。Very good， 总共几个音节啊？一、二、三、啊、四。didaskomen， 其实三个 didaskomen 啊，四个音节 didaskomen 四个。好，翻出来是什么 ？Very good， omen 是最好记的 ，omen 哈啊哦 ，omen omen 啊啊，我们、你们、他们啊 ，omen， 所以是从 didasko 啊，我教导。变成 didaskomen， 我们教导 ，very good。好 ，number five， 汪弟兄帮我们读一下 ，number five，very good lam。所以它本来是这样是拉，但是加了个 m 变成 lam，very good lam。lampalete，very good。所以它原型是 lambano， 是接受，看到吗？是上面的单字 lambano， 所以 lambalete 翻出来是什么？是接受，我们接受。No， 不是。哎 ，very good， 你们接受 ，very good。翻成英文就是 ye， 是指到众数 ，ye receive，very good，very good。好，真理啊 ，number six， 帮我们读一下，这个最简单了。路对了，大声一点，听不见。路乌西 ，O U 是乌，路乌西，路乌西，啊，乌西乌西乌西啊，翻出来，这个最简单了。Very good， 他们解开啊，我们你们他们哈。啊，很容易的啊！记住，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啊，我理他 ，very good。好 ，number seven， 啊，冯弟兄是刚刚进来，不能让他啊。那乔文 ，number seven 翻得出来吗？先读一下，训练你们读。legis， 从 lego 变来的 lego， 本来是我说这里呢。刚才不是背起来吗 ？OSA 马上就知道了，是你嘛哈？你说，你说啊 ，very good，legis 就是你说 ，very good， 啊，好 ，Michelle 继续下去。嗯，没有 te 啊，那个是 til，pistil， 尾巴的尾呢 ？pistil a。所以翻出来是什么 ？Pist 他相信。哥，他相信 Pistil A， 啊 ，very good。好了，这个芳芳是旁听的，是不是 ？OK， 好。广华 Number Nine。又碰到这个字了。
刚来刚才不是堵了老半天吗？鸡。读一下，朋友们来拼一下。Ginos command。Ginos command 来读一下。Ginos command。啊 ，Ginos command。所以它的尾巴是什么 ？Omen。对，我们。所以你看，他都给你提示了 ，omen omen 就是我们嘛，对不对 ？omen 啊，就是我们啊。OK， number ten 啊，林格，帮我们再读一下。Good， 哎 ，ke，didaskete， very good， 翻出来是。对，你们教导 ，very good， didaskete， 好，灵光 ，number 11 ，lambanusi， 啊 ，lambanusi，good， 翻出来呢 ？Yes， they receive， very good， 好，汪迪兄 ，12， 双母音 ，ace， 看到吗 ？Luace， 啊 ，very good，Luace， very good， 翻出来。我理他，那 O A S A， 对不对？我理他是你 ，OK？ 你解开啊，不是你们啊。Very good， 你 You loosen， 好，真理十三 ，Epsilon 开始的嘛，对不对？Accuracy， 它的原型是 echo， 原型是 echo， 啊，所以 accuracy 翻出来呢？对，他们拥有，他们持有 ，very good， 很好。好，发现我们的拼音呢，好像还不太上手哈，所以好，我们就从 number one 一起来读一下哈。当我们读的时候，你要大声的读，你要注意是怎么拼出来哈。一同来 ，luo， pistuace， ginoske， didaskoman， lambanete， luusi， good， legace， pistuace， ginoskoman。The dusk attack， 啊，声音越大越好啊，因为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呢，就会背进去哈。Lambanusi， Luace， Accuracy， Luoman， The dusko， Pistilusi， 啊，他们相信 Pistilusi， Akuusi。啊，就从 Akuo 变来的哈，变成他们听见他们 Akuusi， Akete 是什么？ Akete 啊， very good， 你们拥有，你们持有， very good， Akue， O S A， 所以翻出来是什么？啊，他或者是 he or she 啊， Akuo 啊，就是听见 ，he listen。Acuase， 翻出来 ，ace， 啊，所以你要背起来 ，oasa， 看到 ace 就是知道是你了哈，啊啊，你听见 ，acuase，very good，OK，、okay. 因为呢，我们现在有两位的新同学哈，啊，汪弟兄跟郑弟兄，我们还翻到二十页，发现好像我们。跑得太快了，大家好像连拼音都没有完全掌握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二十页，二十页，对，二十页，十五课有个 table， 二十页，看页数，二十页，在前面，二十页，你不用翻后面，二十页。好，我们
现在看到这个希腊文的字母 Alpha Beta， 看到吗？右边不是有它的名称吗？那我们现在学习拼音这些名称 ，OK？ 啊，不是读那个英文的旁边 Alpha， 而是读左边那个希腊文 ，OK？ 啊，帮助我们拼音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几个音节啊？两个音节，看到吗？啊 ，Alpha， 看到吗？所以练习拼音就是从这些字母的名字来学习了 ，Alpha。Alpha， 第二，看到母音是这个，对不对？前面加上口型，啪啪，说 beta 啊，拼到了你们哈，所以 beta 啊 beta， gamma 看到吗 ？gamma。这个是 gam 啊 ，gam， 嘛 ，good，delta， 还记得 D 的舌头要打在哪里啊？打在这个上颚，牙齿的 D，delta， 啊 ，delta， 然后。看到这个拼音了吗？下面那个 epsilon， 这个是 ps， 所以加上 epsilon， 啊 epsilon， 好，下面一个。抓到那个 A 的母音长母音，对不对？要加上口型是 zebra， z 不是 zeta， 变成 zeta， zeta， a z 啊 zeta， 啊是这样发出音的。然后母音 eta， theta。还记得这个 th 是等于英文的 th， 啊，舌头打在哪里？打在中间 theta。你要母音，它的sound value是什么？一，记得吗？一，啊一，要一跟 o 连在一起，一读得很快 ，yo， 看到吗 ？yota， 啊。所以其实是两个母音读得很快，产生 yota 啊，其实是有两个母音的 ，yota，yota。OK， 好 ，copper 这个很简单的 copper，lambda， 它原来是 u 变成是 mu 啊 ，mu， 下面一个是 mu， nu。啊，一个是 M 的口型，一个是 N lancy 鼻音的 nu 啊 mu nu， 然后下面那个是什么？喉音的 s ks kiss ks kiss 啊 kiss， 所以它的发音是 z， 因为它有一个 e 的母音在后面，看到吗？所以变得 c。啊 ，z， 啊 ，z，munuz， 啊 ，munuz，z， 啊，然后母音 o 拼出来了吗？三个音节 omicron， 拼到了吗 ？omicron， 然后 e 加上 p 的口型 p， 啊，变得 p， 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数学上呢都习惯读派，所以因为它只是一个子音，所以你读派也是提供你同样 p 的口型啊派，啊，所以现在很流行这个电影啊《少年派》就是这个了啊派。其实它真正的音名是读 p， 然后 rho 又是 omega o 加上 o 的口型变成 rho o rho。
下面这个怎么拼 ？Sigma E 啊 ，Sigma， 它原来的母音是 E 加上 S 变成 Sig， 还有一个子音 G 在后面 Sigma。然后这个双母音怎么读啊 ？Ao 加上 T 就把它 Tao。所以每一个音你都要掌握，这个是双母音来的 ，ao 所变的 tao， 好 ，u 啊，然后三个音节它的名称 ，upsilon，upsilon，upsilon， 然后这个 fi 啊 fi， 所以记住它是 f 的口型啊 ，fi， 那 f 的口型记住就是。你的嗯像英文的 F， 你的牙齿上牙齿咬着下面的嘴唇的是这样的，这个牙齿咬着这个嘴唇来发音的 F 啊 Faith， 我上次讲过了 Faith， 你的牙齿咬着你的下嘴唇 Faith Flower Fee 啊，所以一定要掌握子音的口型啊，否则你希腊文读不准，英文也读不准啊。好，纵喉音 key 本来是 e， 对的 e， 纵喉音 key， 要这个是简单的嘴唇 s piss 啊，其实是 s 的摩擦音，但是它是从嘴唇而出的 piss 啊 piss， 所以。是 fi ki si， 啊 ，fi ki pis omega， 啊，所以我们把这24个字母背起来呢，我们就是一同来读。第一组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背起来了，好，然后 zeta eta theta yota， 啊，啊。就这四个一组比较好，因为都是 TA 的尾巴，看到吗？啊，都是 TA 的尾巴，看到吗？啊 ，Zeta、Eta、Theta、Yota 都是 TA 的尾巴。然后第三组 ，Kappa、Lambda、Mu、Nu、Z、Z 哈。然后第四组 ，Omicron、Pi、Sigma、Tau、Omicron、Pi、Sigma、Tau， 读快一点 ，Omicron、Pi、Sigma、Tau。然后 Epsilon、Phi。Keep us， 最后面就忘不会忘了 Omega， 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就用五组把它背起来。好，汪迪兄帮我们起来读一下这二十四个字母。Alpha, good. Beta, gamma. Good. Delta. Good. Epsilon. Very good. Theta. Good. Eta. 嗯。Theta. Very good. Delta.哎哎 ，Theta 这 ，Good， 嗯 ，Good， Lam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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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Mu， Mu， Nu， 啊，鼻音 ，Kiss，Kiss，K 那个 K 口型 ，Ki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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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变成 Kiss，Good。Good. Row. Row. O. 它是 Omega 的音吗 ？O. Row. Row. 嗯。Sigma. Very good. Tau. Good. Epsilon. 为了 U U 等于中文 U 等于中文这个 U U 呃 Epsilon Epsilon 嘴巴要圆的好 Epsilon. Good. Phi. Phi. 等于英文的，你写一下那个 association 英文的 fee 一样啊 ，fee 缴费 ，e fee e fee fee， 然后 key 等于英文的钥匙，但是重音重喉音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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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s piss 嘴唇的爆破 p 的音 piss， 嗯 ，omega very good 哇，不错不错，后来居上很好，好，真理，你来读一下。Good, very good. Gamma, Delta, Epsilon, Good. Zeta, Z A Zeta, Z
A-Z-Zeta. Very good. Yota.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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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你读慢一点。一，把一读出来。一。没有没有，各位一个个来。一。O。对了，读快一点。Yota.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Good. Omicron. Okay. Sigma. Good. Tau. Au. 它是 au. Au. 加上 T 本的 Tau. Epsilon. Good. Phi.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好背啊，不然你到中国上来教歪了，就是一代传一代，就所有希腊文都不对了、啊、所以拜托好好读 啊， 啊靠你了，上来中国的原文 啊， 啊 OK 好，好，我们再来一遍。 好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Zeta Eta Theta Yota Kappa Lambda Mu Nu Gis Omicron Phi 啊，对对不起 P Rho Sigma Tau Epsilon Phi Chi Pis Omega. Very good. 那我们上一读那个子音母音的拼音读得很起劲的啊，哎，汪迪兄有没有跟我们练习啊？好像练了一下啊，啊，但是郑迪兄还没有哈、啊，我们都只练一个好了，十一页第九课，十一页之前呢，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母音哈、啊，第九页，第七课母音。看看我们找个 folder 可以给张弟兄就盯起来，就不要容易找。第九页，张弟兄快点找，为你在复习呢。第九页，按顺序的嘛。第九页是吧？你这有个八。第九页，都按顺序的。好，找到了，拜托啊！好，一同来读啊。一鱼哎哦，再来一遍啊哎啊一鱼哎哦，那可以把它拉长，变成长母音啊一鱼，那这个哎就拉不长了，变成另外一个关联长母音是 a， 看到吗？在下面哈、啊，有。Omicron 也拉不长了，所以变成 O 双associated long vowel 就是 O 啊，所以有三个母音是可长可短啊。好，那放到后面一页，第十页第八课 ，page ten 第十页 ，good page ten 对了。好，双母音，记得双母音啊，把两个母音读得很快。产生个新的音 I 找到 OU A U OI WU V， 然后那个 U 的 subscript 就不影响它的发音，就是一样是 RAO、啊、subscript 的意思是放在下面 OK。 好，让这个张弟兄也尝一下这个好玩的这个子音跟母音的拼音啊，十一页下面那个表，从 beta 看到吗 ？beta 嘛，十一页就对了，十一页，哦，十一页，好，八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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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 epsilon 嘛，所以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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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 o， b， 啊 ，b， b， 再来一遍，八 ，b， b。Bat.
背包嘎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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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练习一下，还有十二月十三页，啊，好玩啊，正迪兄，好玩啊，一样的跟那个日语有学过日语吗？那就行了，差不多的了，那你没问题了啊，对，一样，所有的语文都是类似的，子音母音拼起来啊。好，现在我们一同翻到我们的课本，对，那零六年的赛季书在说一样的。我在台大读了一年日文，哇，很精彩，很好玩，都忘光了。那个都可以嘛。好，我们来37页29课，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啊，我们要学一个新的东西。37页，我对你们期望很高了，将来中国的原文靠你们的。我告诉你，你看马弟兄他从零开始哦，他什么原文都不懂的，然后学，然后他现在翻了好几本的 concordance 啊。我们另外一个学生叫黄涛，也是中国来的，就是跟着他做原文研究啊，所以有很大的贡献啊。中国真的需要在原文上面有突破啊，原文的解经啊，我们都很羡慕利陀生，为什么他那么多亮光？他的亮光从原文来的，他的灵修是用新约希腊文来灵修的啊，不是用中文啊，所以很感谢神啊。我们中国教会林院长是希伯来文的权威啊，他的林道亮院长他是希伯来文的权威，所以你现在看英文的 NIV Bible 唯一的 only one 在旧约这个 committee 里面参与翻译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就是林道亮，他是被邀请在 NIV 的这个 Old Testament Translation 里面 one of the committee member， 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啊，因为他是精通希伯来文跟这个亚兰文，所以我在华神的时候跟了他三年希伯来文，半年亚兰文，亚兰文很精彩，你打了亚兰文的基础呢，你读希伯来文呢会更容易啊，所以亚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你们真的要读三样语文啊！那我记得我在华神就说：“哎呀，其实很辛苦，但是我就神给我一个感动，所有原文的课我一个都不减少啊！所以我在华神是读了三年希腊文、三年希伯来文、半年亚兰文啊！一定要在语文上打基础啊！要其他神学的课，将来自己读很容易啊，但原文你自己读很难。”不容易，不过现在好了很多，因为现在有光碟啊，有发音，还好了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很痛苦，一天就是晚上翻译希腊文、翻译希伯来文，脑子都搞乱了，究竟左边写还是右边写，两个都是写法是相反的，所以每天搞得凌晨两点钟很痛苦啊。每天就是每天上课的，哪里像你们一个礼拜上课这个不到一小时，每天上一小时的，我们那时候每天希腊文一小时，希伯来文一小时的，嗯。好，所以我们回到37页，所以现在给你们的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所以盼望最简单的东西要学到100%，因为其实应该用另外一本课本还比这个难十倍的啊，就是这个我们 Westminster 以前的院长Graham Machen 他写的那个希腊文是最好的，有翻成中文啊，就是戴绍正院长在台湾这个圣光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他专门教希腊文的，他就把那个 Graham Machen 的翻成中文，我们图书馆都应该有的哈，啊，中文跟英文都有哈。先念一下第一个 ego any prefix。不需要你念了啊，我们来读吧哈，你读的都会错掉。好，ego any prefix。ego， 不过您读对了两个刚才哈。Ego eimi he hodos， 注意那个有七号啊，郑弟兄可能没还没读到那个有七号，记住，
在一个枝头的前面的母音有这样一个往从左到右的这个叫有气号，加上 H 的子音，所以变成 Hordos 啊。因为你想应该是 Ordos Orbicon 嘛，对不对？怎么变成 Hordos？ 因为它是有个有气号在那边啊，不是 Ordos， 是 Hordos 啊。好 ，Number Three， Ego Ami Tophos Phos， 这个 Phos 就是光啊，所以我们今天 Photo 就是从这个字啊。false 啊，所以我们就注意啊 ，good very good 哈、啊，你就掌握到了哈。very good。那在我们的课本里面呢，你发现第一句 number one， go Amy， 他漏了个 hall， 这本书很多错字错漏的 hall， 这个定冠词 hall。number one， go Amy prophetess， 他个 prophetess。前面应该有个定冠词，就是 the prophet， the prophet， 啊，我们希腊文的高手来了哈，他们自修希腊啊，希腊文已经读得很不错啊。OK， 他还给了我们一些讲义，改天再印给你们啊。啊，他们自修啊，上网读得非常好哈、啊。OK， 大家都知道希腊文是宝贝啊，他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人读希腊文哈、啊。OK。我们看一下这个定冠词 paragraph 52 whole 看到吗，男性冠词看到吗，要配合男性名词 prophetess、啊、先知、啊、从它的 字尾呢就定义出它是、啊、这个、啊、阳性的、啊、所以阳性名词要跟阳性的定冠词，阳性的定冠词就是 whole， 然后下面 false、啊啊、hordos 这个道路是属于阴性的，所以它就是 hey 阴性的定冠词是 hey。 那要记住 hodos 这个字呢很奇怪的，上来你就知道 os omicron sigma 呢这个是阳性的字尾来的，但是呢因为它的内容是道路，道路是走在地上的，跟地球有关联的东西呢母性的，因为地球是母性的，地球像个母亲一样，所以 hodos 它这个呢是变成是一个阴性的名词，用 hey 啊 hey 啊，有光是中性 tall， 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了三个最基本的啊这个阻隔的定冠词啊阻隔啊，为什么？因为名词它的字尾变化会产生不同的格，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阻隔。还有所有格、间接受格跟受格啊，所以记住一句话口诀：名词什么格变，写一下。我们上礼拜说动词要什么生变，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一二三，格名词要格变啊。所谓格就是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受格，都是按照这个次序的啊。快点写啊啊，这个名词格变，那么。定冠词跟名词是同类的，所以定冠词也是一样有格变、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跟受格。那么现在你所看到都是主格的定冠词跟名词啊，我们背一下 ：hohito， 就是阳性、阴性、中性的定冠词 ，hohito 这是最简单的。要注意37页的下面的一句话：向神。太阳，我们读一下，像神、太阳等唯一的或绝对的或代表种类的、一个 gender 的、或受其他词所限定的 defined 的都是用定冠词、啊、所以像 God 唯一的、啊、但是我们英文不会说 the God， 但是希腊文 Hotheos，所以加个定冠词就是这种观念 anything which is the only exist in 就是唯一的，所以 the sun、啊、一定的、啊、太阳、啊啊、或者说是一个类别、啊啊啊、那这个呢基本上看字尾、啊、我们以后就会学到我刚才提过 os 通常是阳性的，
只有小数的例外，像 hot dogs 是例外。R、A 这些都是阴性的字尾，我们以后就会知道了哈。所以 hamartia 还记得我们不是哎有没有学过 hamartia 啊？最 hamartia 尾巴是啊阴性的，所以好像最就像这个阴性的美女一样，很吸引你的，你要小心啊！越吸引你的东西，你越要小心，可能是哈曼提亚来的，是脆来的哈、OK， 那我们今天呢回去要做 exercise， 这个38页的 exercise， 1 to 10， 我们现在之前所有的翻译的作业都做好了吧？哈，今天能不能叫上来哈？Michelle 最用功，你看整碟哈。那假如还之前的作业还没有交完，下礼拜一定要交了，否则会扣分数了哈。因为有作业不能再拖了啊。那今天记住38页，我们先读一下这些单词 ：genos， 就是子孙啊 ，genos。grosser。Grosser 就是舌头啊 ，tongue 啊，但是你要小心呢、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门徒都被这个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方言这个字原文就是这个 tongue，grosser 啊。但是呢，有些人就自作聪明说，哦，这个字是 tongue， 所以像新约教会就说，这所谓的方言就是舌音，因为原文是 tongue。所以他们就说方言就是舌音，就是从 tongue 这个字他们将来推论，其实是不懂原文。其实很多的文字这个 tongue 是关联用法变的是方言 dialects， 说出别国的方言。所以我们和本翻是对的啊，新约教会所讲的是错的，方言不是舌音、哦、有一次他们的一个同工带我到他们的聚会，我们一同用方言祷告，我就想诶，什么是方言，他们的方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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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摆动你的舌头，发出一种舌头的震动的声音，就是他们所谓的方言。因为他说方言原文是 tongue， 断章取义啊啊，所以方言不是舌音，方言是很清楚的 syllable by syllable 的不同的音发出来的啊，真正的方言不是像他们这种所谓的舌音啊。OK， 下面 David 在希伯来文就是 beloved， 所爱的 David beloved。 Dantron 啊，树木啊。 Thivu 它原型是主格是 Theos， 这里是所有格，所以它在这里呢加个神的意思， Thivu 是所有格。 Kalon 啊，美丽的 Kalon 啊，它这里是用一个中性的字尾 lon。Propaton 啊，就是羊啊 ，lamb。Propaton， poo 啊，对不起，poo， 因为它有个 r 叫 two， 然后这个我们很熟了 ，rhema 啊，说出来的话语，从这个 logos 是客观的话。Rhema 是主对你说话。Tutor 啊，所以回去啊翻译一下啊，像 Number One Ho Anthropos Estin Doulos 翻出来是什么 ？The people is servant 啊，或者 The man is a servant 啊 ，Doulos servant 啊 ，or slave 啊 ，The man is A slave 啊，第一句啊 ，He grows up to 这个舌头的火焰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舌头的火焰 ，tongues of fire，the tongue of fire 可以翻作 the tongue fire， 我说，好，回去翻译一下啊，从一到十啊 ，true 这个发音很难，它是。吁，有 r 的尾音，吁，
per 哈 ，ter per per 确 ter 啊，很难 ，ter。好，我们啊，这个礼拜真的要拼命哈、啊，不然真的跟不上啊。特别迟来的，在后的要在前了啊，好好努力了。应该重新开始一遍，不是应该重新，你要好好去看的是光碟。